你听我解释埋先，今次最衰都系嗰个法官啊判到咁重手系嘛，但冤狱嚟嘅。最近咧有俾南非转亡，俾人驳咗，我想你帮下收下风啫。四哥，我喺呢度撞到你啊，见过面嘅啦，上次阿公请食饭嗰小姐。行开！咩？淡定啲啊！飞哥自己有嚟嘅。你点解行开啊？